上传说图图片，怎么是这个标题？等一下哦，怎么是这个标题？等一下哦，喂。小妞早安，还敢睡呀、啊，小妞？还敢睡全图啊，小妞？早安，早安。例行公事啊，先去献祭，再来聊天。哦，好亮，好亮，好亮！眼睛痛，眼睛痛，瞎了，瞎了，瞎了。啊！正木图了，你还敢在木图睡？我的天哪，恐怖欸！能冲锋，这人吃已足够。何知道有些事，有些人。早安，早安。停留在，大家都这么早起，一定是没睡的啊。哎，怎么还会有火？我不是吃完了吗？笑死！哎，啊，今天的还没吃是不是？笑死！不敢啊，睡着的话快来救我！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跑图？你就在光遇回说：“各位，我要跑木图了。”这样子。Angela085，早安，有点想睡，去睡啊，晚安。我等下跑完应该就睡了吧？我还没睡。喂，你早。等到时候说要蹭你们的那个试炼，就没去蹭。哇，这屁股！哇哇，看看这个屁股。我刚刚去看了一次献祭的路线，但又忘记了。哦，那也太多，我几百年没献祭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为了换那个面具，为了换那个雨妈面具，没办法。我跟你讲，要不是那个雨妈面具，我怎么可能会跑伊甸园？白痴，跑一次伊甸园，就算不跑好了，每次红石喷发的时候，那些蜡也都够了啊，对吧？没事干嘛要献祭嘞？肝，做正在肝呢，哎，想不通。拜托，我是这一季才开始长大的哎。完蛋！是哪？啊，又是这里。能冲锋，
飞失败了，跑一次撑好多次副科，不用跑啊，现在就是红石喷发一次都有两根蜡啊，2.5两根蜡以上啊，所以根本不用跑啊。坏事，对吧？你12点睡，6点半自然醒，你睡太少了吧？一天没睡满8小时、欸，哎，怎么行？我这3天只睡8小时。你要懒得去喷发，就是看那个啊。看，只要有那个说今天是红石喷发，就去蹲嘛，一定会有人去烧啊，就去蹭嘛，对吧？献祭比较快，没有哎，献祭没有比较快，你要去剪翅膀哎，只睡4小时，嗯，带回去睡啊？干嘛睡不着？就想人啊。点睡5点醒，那就去睡啊！干嘛要上课哦？没上课没干嘛就去睡吧。哦，有人用盾牌，哇，那个是面具效果吧？帅帅帅！不是哦，啊，不然盾牌是什么？哦，明龙魔法吗？是不是明龙的魔法？阿黑的效果改图案了哦，是哦，哦，那两个同时，嗯，白死光呢？几点要上课？你偷用？你这样打字，我其实很不想理你。老师这样，那、啊、就好好上课啊。说什么上课偷看台之类的？要好好念书哎。你只有下课能用。啊，我要回你什么？你这样，我要我回你什么？不得不说，这次外面这个好好剪哦，以前都没有那么好剪过的。以前出去就咻飞走了，我可能还走得回来。天哪！李恩安安。Hello，
不好意思。台主安安你好，安安你好，哦。好哦，欸，今天的红石比较亮欸，哇，原本应该要去健身啊，可是在下雨就懒了，不想要淋雨。宋拉早安，你好。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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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看不到啊，在哪里啊？哦，这里。我这边。这边，吧。手姿势啊！受伤，爬，爬，我要替这边安安打右层。
啊，不行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爬过去好了。我微微一笑。哎呀！整间城安安，小兔安安。没记错的话，跟旁边投资是关吗？那左上角天，没有啊，看你有没有氪金吧。你有氪金，左上角难免又会多一些啊，不止一些啦。我有两季是第一天毕业啊，然后加上干爹他们干爹观众。没有说要跟我互信的话，都会送我爱心啊。看看那1412，通通都是送的，都是他们心意啊。白熊安安，哦，你刚刚在浴巾那是你吗？鱼娜安安，鱼恋安安、啊、叫做鱼恋安安。没有，等一下。下播后应该就是躺了吧。我本来以为晚上，本来以为刚刚会睡着，就是发现睡不太着，开个台。我的钱包限制了我的想象，没有，那是因为飞翔技跟表演技太戳到我了。看看他头上的羽毛，我就不行了。再看看白霄的发型，我又不行了。哇！果然刚刚啊，那两个萤火如果点到的话，不会那么惨。天哪！不过那时候就少看一个，终于找到位置在哪里了啊！不错不错，下次就知道了。有三个见不到，太远了。刚刚有去一趟厕所，也要有看到你啊。这个拿不到了。哎呦，如果刚刚那个萤火真的点到的话，我又进步了一次。有种这三下都不要砸到我啊，敢不敢？不敢对不对？这游戏氪就回不去了。哎，看看那个可怜的番茄，在这边顶。呜，二三四，好哎、欸，好数字。好了，看小黑了，看小黑的画面。你跟我同时期入坑，你哪一期啊？重组季中吗？我其实重组季中吗？我那时候毕业时候
还有课了一下啦，还有课一些，因为我快毕业了才课的，那时候课了四次150吧。好，樱花晚安。这些人一定是用我刚刚点好的火，好羡慕哦。重组记录坑5月哦，我是4月27、27、28吧。我来开个 VP 好了，反正不要等。不好意思，我Steam坏了。没好了。不行，你不可以爬到最后面。不行，我刚没爬到最后面，你也不行。见不得人好。我爬到了，厉害。好了，半张脸的我复活了。仙人走过，仙人先顶过。对，哎，好可怜的我。我刚刚本来也是期待说前面有人先点好火，啊，没救没救。哎啊，那个我看更新说什么可以看到这张地图，你没有什么光翼没捡到，有这功能了哦，好酷哦。我说。哦，你这张地图还有几个光子没有捡到哦。我用 Switch 玩直播，对啊，我手机没办法截取到，我没办法，之前截取都太卡了，所以没办法。你陈安安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兔窝的有在看安妮台的，如果安妮开台，可以来我的直播间跟我说吗？他开台都不跟我说，我很过分。要先去做石碑哦。我有看到那个有些石碑的点，连试炼里面都有点，不是吗？连试炼里面都有石碑。我每次看到都是想要魔兽世界的幽光。欸，等等，献祭里面的地图拿了吗？什么地图？我需要连接吗？我有那个，我有看过那个啊，我怎么可能会没看过？我都知道这个资讯了，我只是不知道献祭哪边有地图要拿。那我应该是没有拿，没差啦。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金光子在哪边？欸，除非是被龙撞到这样才好找，不是吗？没差啦，现在那么佛系。现在被龙撞到就撞到啊，啊，反正早晚都要投胎，没差啦。那个是给比较前面的人去玩。金光净土有，印象中暴风眼的每一张地图都有个神坛，献祭部分是一进门右前方，一进门的右前方啊，走哪里？哦，你是说星光大道之前进入星光大道底的时候有一个祭坛，是不是？好，下次留意。献祭这个真的很靠北，要拿等于赚。哦，是啊，没事啊，每个礼拜六都跟你们在这边看一次啊。不是，红石也有。
哦，每张地图的地图都要拿，是不是？好烦哦。哦，那我这个知道啊，那个谁，黑泽隼人不是也有那个啊，有整理出来。我总觉得这个视讯好像接不到我眼睛诶，我明明眼皮也没那么想睡啊。刚刚的时候，右前方星光净土，当初我没找到啊。算了，我玩，有空再去看啊。反正那个新东西对我来说好像意义不大，已经被下位置了，就意义不大了。等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时间拿，平时跑的都是，就佛系呀、啊，随便玩啊，我是随便玩啊，轻松玩。昨天都在听大悲咒，在玩那个了，参加他。然后安妮还说，以为我这是我把参加他的语音那个，就是 BG 红光普照那个改成大悲咒的声音。如果真的不想献祭，可以试着蹲出去。我不想献祭啊，我就是要献祭呀！哦，你是说为了拿地图是不是？哦，那个方法我知道啊。哎，为什么？都又变成？又往哪飞呀？不是这边吗？奇怪。开始往这边飞是对的吗？小兵安安，小兵兵安安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要去哪边？不是这里吧？一直往前飞有用吗？我会去哪里？为什么我这两次跑这边，我就会好像飞错的感觉啊？然后他还把我拉回去，是不是？
他官方有本事就是在这些遁地点下面放一个正方形空间，有没有？遁下去就马上把哎、欸，又抓到一个光子 ，get， 尬嘞，对不对？调皮的光子还敢遁啊？还敢遁啊，逆子？我、哦、现在好开心啊！你看，鼻子、伞那些都开始复刻了。不好意思，下次是不是就是雪人跟狐狸面具了呢？雪人先祖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看到你了哦。你应该也很享受这次的啊，有没有很享受这个世界？然后里面放黑水吗？来得及坐下啦，又不是说一些损友有没有带一些小萌新下那个蹲下去，我马上回家。来点名时间，这是谁？茄子玲玲木偶，有没有嘞？西罗亚啊，没玩，他没玩了。安妮，暴风眼大门左侧确实有空间我知道啊，那边困住了过我。在预境，我竟没办法回预境。你说在预境放个遁地点是不是，重开游戏啊？只好重开游戏咯。哎、欸，克洛伊耶，跑啊跑啊跑啊！快跑，跑快点！繁星，估计十点半跑完，啊，好久、哦。为什么侦测不到我眼睛啊？奇怪。跑啊跑啊跑啊！二三四，十四根。二三四，十五，十五点几？哎、欸，二三四，十五根，对啊，十五根。哎呦！王进步了哦！啊，不变萌新的啦，哪边？你们说在哪里？是隔壁那个新桥吗？我下礼拜献祭就可以换雨妈面具了哎、欸！有看到地图石吗？在哪里啊？哦，这个吗？是这个吧？是吗？是下面这个吗？这是光子的意思吗？
哦，呵，好可爱哦。在星球下笔记之后，官方会出哪只？之后官方可以出哪只龙赚了最多亿？诶、欸，谢谢。我看，如果以后真的还要继续玩下去的，可以走到这边呢，都是先祖哇，几亿啊，85了。青蛙早安，教主早。昨天下午我上线就在玩那个地图石碑，不过木土四楼那里我就不知道在哪里，就看攻略啊。我看到已经很多文章在整理了。最近都没有空，没有什么空玩，就是上线挂在沙滩上面，每天都看到我都是在沙滩那边弹琴挂机啊。现在沙滩那边挂满，就跑去雨林挂挂火。幽影安安、欸，有没有睡啊？你不是跟幽离台是跟到两点多的吗？感谢你将温暖带来我们的世界。没事，最近一个礼拜真的发现繁星，让我没办法上课，次数的啊。最近一个礼拜真的能发现繁星，蛮倒霉吗？哦，你是说下午吗？下午我最近我这几天都睡到六点七点啊，根本来不及开手机，因为开前你昨天开到中午，前天开到两点三点，所以就没有开手机了，来不及开啦，对死，不像之前还有那个雨桐。帮忙扫，好嘞，出发。哎、欸，原来这边就有了、喔，来扫一下，可爱、欸。在玩斗争也没有哎、欸，我私下也没有真的在玩斗争了、啊。所以是包括任何地图、隐藏图都有的，对，就对了。只要能进入的门都可以，就对了。他是为了跟后面的那个吗？动画化，光宇动画化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被卡。我记得这边有爱心湖，不是吗？哪里啊？哦，这里。隐隐约约看到爱心吗？看，一个爱心。多边形水管哦，你是说那个吗？要特殊披风才能进的，应该就不会有了吧？要氪金的东西耶、欸。繁星献祭完了，结束啦、啊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巧？这路上就有了。起早安，这样他是跟我讲说这边有光子吗？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好可爱哦！
哦，你是说那个吗？沉船图吗？哦，四龙图，对不起。好啦，不要追我了，现在没睡觉，可以体谅我一下吗？可以体谅我一下吗？不好意思。那就是你们聊你们的，我不理你们。你们聊你们的，我不理你们了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蝴蝶岛又是哪里？是不是没睡觉又加运动了？没有啊，下雨天就没有去运动。地图石堆，你是说上面吗？没事啦，你那里没事没事，我后面真的要收集，我再去看。再叫干爹牵着我啊，一个一个去做就好了。没有啊，其实就说了嘛，FB 上已经很多人已经整理好了啊，随便找找得到啊。有看到在，会习惯去健身房，没有就强迫自己去啊。感谢哇，医生喵，好久不见！感谢医生喵，开台辛苦啦！喵，玩这个游戏很无聊。没有，这个还好啦，这个开，等下睡觉就睡觉了。这是很佛系的游戏。我刚刚还在卡车，什么卡车？斗阵。如果是超困的状态，玩到一半直接梦到做工，我是还好啦。有一次是真的很累，真的很想睡，然后那时候问尤里说今天要不要提早跑，因为我真的好想睡觉。然后他竟然回我说不能，可以晚一点吗？我说是可以啦，不过可能会设闹钟，然后他就上线了。因为我讲过嘛，我不喜欢就是在他开台的时候问他要不要跑，这样很没有，很不尊重他跟他的观众。新季节第一天毕业嘛，这一季我还好诶，虽然剩两天啦。我机票还没准备买，晚点再问尤里要不要，这一季还要不要玩？他应该还是会玩，是就，跑个季啦，跑个白啦，就下线，应该是这样子。番茄安安，很容易跑一跑睡着，
我不会欸，我就是很想睡觉才会想睡觉。哎，番茄，啊，你开台，你竟然没来提醒我，而且两次了，你还跟他在玩魔那个，很傻，斗阵特工，过分。就算我开台在玩其他游戏，那又如何？女神的台，我怎么可以错过？万圣节喵喵头，猫猫头。嗯，哦，他一定会买的啦。没有，应该是巫师帽他会买。你机票大家送就好，什么意思？我到时候再问啊。如果真的有孤儿的话啊，我再说。我要撤。不好意思，你吹屁呀、啊？可是你在联动啊？对啊，啊，所以嘞，那又如何？对方是安妮耶、欸。叫我，叫我，开大招喽！猫猫头是白蜡兑换的，面具披风才是购买，没差啊。啊，每次都是想带他跑，可是觉得啊，算了，不要一个一个，那到时候说啊，这个做过了，跟那时候那个什么一样，阿尔宙斯那个鬼火一样。要么就是到时候一次一个一次剪，不要一个一个那个看到就剪。没有搞不好真的本来就是要放在礼包里面，就摆错了，摆成白蜡。啊，或者是原本就这是白蜡，但是看到太反应太好，才想要变成氪金。结果发现说这样做法被玩家骂。所以又一说，嗯，最后决定用成白蜡兑换喽，这样子啊，反正有本人自己知道，对吧？欸，有人呢，我来了，我来救你了。我也觉得引发冲突。对啊，反正只有当事人知道嘛，实情。跟你讲，如果安妮她在玩斗阵，而且又是在开台，我一定会赶快下课下班。来呕吐窝的，救我！好像不用了、欸，一个，差一个，二四六七，差一个。我现在问那个好了。
都点亮了，好棒！都跑来摸石头，哎，对，啊，这个这就摸一下好了，反正记得说这边来过了啊，好，就不用大老远过来了。狗狗，是狗狗。叮，好烂啊！你看，没回翅膀，烦死了。哦，好了。嗯？点升级了才会回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喂！有点升级会有个动画、啊，就。很烦，很拖时间的、欸。网路稍微不好就会卡住延迟，你说黄色 WiFi 出现的时候，刚好升级的话是可以回能量的，你点下去会转一次，动画跑完补第二次能量，可以飞很远哦。没事，没事。抱歉，坐太远了，声音变小了吧？嗨，夏西。哎，感谢刚刚小妞说揪团哦，我这个双开的聊天室不会显示谁揪团过来，所以我都会切到 Twitch 跟 YT 看。
原来你是在画面上以为你双萤幕，没有啦，我双萤幕啊，不是啊，是我现在整合的聊天室是额外的一个视窗，啊，那个聊天室只会整合聊天室而已，我会看到有些纠团的东西看不到。嗨，牛奶，帕克，安安。起得真早，我还没睡，还没睡啦，所以怕说睡了很晚才会开，所以就想说先开一开。啊，今天是黑石齁，那时候不用等红石。现在的我很脆弱，被马被撞一下就倒了。晚星从你也开始没睡的，晚上七点。哎，是吗？好像是哎，不对，我是六点，下午六点没。醒来，昨天下午六点醒来，然后说那也还好啊，你醒了还没，醒了才14个小时，可是我这三天只睡不到8小时，其实就会突然醒来，就突然没睡意了。那没睡意之后，就会想要找事情做嘛，或找人聊天。哎、欸，啊，我山上又漏掉了，对不对？我等一下回去捡。真假辛苦了，可以啦，还行啦，就是做噩梦啊。你知道有些噩梦就是梦到之后就很害怕，就睡不着。白痴，我在飞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去回个能。哦，圣岛在这边。回能量。教主的噩梦是恐惧还是血腥的？难过的。狼月早安。搞炸。我真的在乱飞、欸，天哪、啊！那石头怎么不是在最上面呢、啊？嗯，回家。我现在过伦敦时间，伦敦现在是半夜3点吧，1点。不行，每次算错时间，在半夜1点哦。丫丫的狗月林安安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次应该就没有小柳弹琴给你们听，我去睡觉之类的了。小柳不在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，不要弹我，
不要抖。不好意思，繁星去哪里？哎、欸，失控，失控 ，Switch 失控了，飞机遇到乱流了，完蛋啦！你刚刚真是失控，我很努力想要拉回来，拉不回来。叮！好办 YT 可以，啊，可以只开 YT 聊天室，可以啊。没一直换边聊，我就是看到你自言自语啊。怎么会有彩虹？是谁放的彩虹？是谁在说话？早安，有考虑去 TF 走走吗？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动漫展吗？不好意思，现在淡水雨下超级大。雨林好像某几个固定时间出现彩虹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知道哎、欸，这彩虹很实体耶、欸，哦，我第一次在雨林看到彩虹哎、欸，相信吗？就跟海龟那些一样吗？欸？没有大啦，我知道啊。我只是看说他的点在哪边，我以为是有人用魔法。对，然后可以停雨的四塔和小溪这里都有哦。
去借样机哦。你要踩还是要盾？哦，还要用欸。哎呦靠！要吓到我，白痴！记几下，记几？生气。时间上很刁钻，我记得快四个小时一次，所以你第一次看到我们不会怀疑，因为可能大家都没有那么好看。关于前期就是为了等这个，但后期就没有办法忘记哦。可能我以前看过啦，只是以为是什么彩虹日还是什么的。因为之前那个带我的人都喜欢到处看美景。那可能有看过，只是我以为我刚好在那个挂机吃烛火，所以就没看到了。亏，早吃了几个。跟精灵花环一样被玩，谁啊？我刚好像来得及冲出去欸。Hello。翻塔图特定时间会出现花一圈小蘑菇，我不知道欸，没遇过欸。掉掉，我都那么躺在草地上，那我绝对不知道啊。肯定是不知道的吧。零五分到整点，哇，这时间怎么可能会在这边？自自然然。那个在八人门口路的塔旁边，你说要烧的那个花的塔旁边，是谁会找到那个东西啊？好猛哦！
还是官方有公布消息啊？小道消息。我之前看时间差不多就跑过去看了，哎，老玩家厉害厉害，懂玩懂玩，这才是真的有在享受光遇这款游戏的玩家啊！请收下我宝贵的膝盖。我每次忘记是哪根树干你。哦，好吧，难怪我会忘记。精灵花环又叫做香菇圈，在云野三塔的特殊景点。位置忘记是在哪里，他就没有什么固定时间的事。然后光遇很受欢迎的景点，常常看到外头方。这前期没东西带跑去可以。哦，是啦，因为一开始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，一开始游戏内容少。救我！救！帅，动画又是动画，坠机了，坠机了，坠机了。火了，也有这原因，他是为了足我跑去社交，那几年叫超级无敌有何运转的，哦也是啦，依依安安，不好意思，点不了。刚才很奇怪，我用主机盗墓斧子背后，结果抵达光子竟然没有法很动，然后。还被比比家锁定，幸好后来，啊，卡后台啊，赶快用后台锁定大法。啊！我又被抓到了，吓死我了。有啊有，好像要拖出来放，不用啊，点下去就好了。嗯？怎么？好像不太一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欸？完蛋了！被抓到了！有个光子被抓住了，完蛋了！他有偷改，他有偷改。我想说，蹲上来怎么看风景不太一样？完了，还下得去吗？回家，真的抓到逆子了耶。他有改，他原本前面还有一片草地的不见了，哎、欸，
不行这样哦，小陈。小陈不可以这样子哦，你这样不酷哦。窗牌出得去哪边？如果刚抓到的话，不行，我还是要学一下，不然下次再被抓住的话，要被当去马走马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抓到一个逆子啊！这边嘛，对不对？上去只要按个三，按两下啊，啊三下嘛，可是按两下就上来了哎、欸。对不对？怪怪的，怪怪的，还是要飞哦。好啦，那、啊、怎么有人在那边睡觉？哎、欸，他好变呢、欸，恐怖哦！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又会飞了。不改被骂，改了也骂。钻游戏漏洞吗？这游戏就是漏洞游戏啊！漏洞是为了我们的方便。可怜的小陈啊，可怜。上班去，繁星拜拜，好，拜拜，再次拜拜。我们的优主播的钱就靠你的上班的钱，加油！明明是美术设计，没事。反正我们很满意，容易满。还有飞翔机的图没剪。等一下跑到终点再捡。喂，大鱼在不在？你不是想听晴天？晴天前面怎么唱啊？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。哦，那是心情吧？故事的小黄花，从那天就。风出生那年就飘着。啊，大鱼不在。昨天更新一个地图，开完可以看到惊人位置，很酷、哦。我知道啊，可是那个我还好。不是啊，你就我们稍早聊啊，那个就是后面的玩家没有东西玩才会去开啊。啊，我现在就还好啊，反正都知道惊人位置在哪边，除非是今天很在意。刚好十二亿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好翅膀就被撞掉一个，然后就很在意的话，再去找。他、啊、每天都每个礼拜都在献祭的就还好了。因为当时会在意，是因为我不熟惊人的位置，所以每个翅膀对我来说都很重要。啊，现在已经知道的话，我就觉得啊，随便啦、啊。真的不知道就去献祭，反正有红蜡在家跑一跑啊，翅膀又回来了。我脸上有保鲜膜，什么意思？
我没玩光遇，不能参与话题，没事啦，可以聊其他的啊，可以聊聊我跟安妮的未来之类的啊。天哪、啊，翻译举落，地图石碑对凡人来说非必要，等哪天新传人，对啊，就反正那个目前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，又不是。上一个赛季的我，上一个季节的我，不会跑图啊？那什么破图？好卖快哦！这个好卖快哦！天哪！得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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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！得得得得。哦，毕业面具哦！我快了，我下礼拜就可以了。我下礼拜就有云妈面具拿了，看一下249。哎、欸，我 是差一根。哎、欸，我 是差一根。哎、欸，安妮在、欸。你不是在忙吗？你不是在忙吗？我气死！我那天在讲说，就不要我最后刚好差一根。啊，下礼拜没事，下礼拜见。啊，气死！思考繁星会斯文败类的可能，什么叫斯文败类？下周再解，没错。去捡个红石就最牺牲了啊！不行啊！既然我们的安主播在的话，安妮主播在的话，等下去换林克面具，林克发型。我真的没办法碰到前面的光，然后再回转。下次如果番茄跟我见面的话，我就要拿我手机，你给我跑，你示范一次我看，我就不信是我的问题，一定是手机那个膜的问题。如果太回那个甩不过来的话，我就说啊，确定了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我现在刚上线挂睡护火下线，我也差不多啊，没有啦，我现在啊，我也有锦金的嘞，对耶，我在干嘛？天哪，看到安妮出现就这样子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刚刚说了什么？我要回去换领克的头啊，都被发现了啊，领克。嗯，过头了，不行啊！看到安妮就受不了了，因为番茄跑超顺的，我就要哭了，我就把他的拇指剁，我把他左手的拇指剁掉，然后装在我的拇指旁边跑跑看，就跟血轮眼一样，他的手就是有 USB。还走捷径啊？忘记了啦，我只记得要换林克头给安妮而已。看，忘了原本的目的没有啊？跟安妮聊天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我昨天献祭前特别是在哪里，结果暴风眼速度下去就砸没了，直接白跑试炼，哇，可怜，算好的是不是？哈，开玩笑，这是孔明的阴谋。
啊不是要拿啊不是要拿，我以为你要拿金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对耶。哎、欸，这个拆卸式的，我跟你讲，它可以装在电脑上面，对吧？就插在电脑上面，然后它的拇指会一直比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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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妮该休息了、欸，一点多了。我每次都会多算两小时，每次一点都讲成三点啊。白痴，我要飞哪边？白痴哦，我在干嘛？问保鲜膜的重要性，怎么了吗？保鲜膜有什么重要性？保险膜我才觉得比较重要啦。正又安安，等等小猫开台之后啊，过去看抽一下，终于不是开魔物台了。他不是每个礼拜六早上都开魔物猎人吗？最近可以啊，可能就只是想要那个酷酷的面具，那他的面具看起来很凶，我就很喜欢，眼睛是尖的哎、欸。我记得第二个萤火对不对？我昨天跑的时候偷跑一下，还不错。一二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我记得。你看繁星变强了，你看，不再是那个跑到一半在那边哭泣的繁星了啊！长大了，变大了，繁星变大了。看看上礼拜还在因为飞不上去在那边哭泣的我。这 Switch 真的不知道欸，我觉得最近开上次开直播也是觉得有点飞起来怪怪的感觉。也没有啊，你们跟我讲我才会跑的 啊怎么这边跪一个人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欸，不好意思，赶画面。Excuse me， 你是谁？对呀、啊，叮！左把漂移不是欸，玩魔物猎人就没事。这地图有改动啊！哎呦，又改了哦。他走室内会起雾。
欢迎来到白痴，我在念我机器人的白痴。欢迎来到繁星退局实况台，我想说哈啊。哇，这些火啊，到时候新年好不好？今年或是有一些那个舞龙舞狮出来，我就开实况，开台给你们看那个舞龙，那个新年的那个舞龙。他那时候烟火一炸，在浴镜满满的都是火，五颜六色的火，超好看的。听朋友说的，烛火位置也有改动，哪里的烛火有改？是那种两三根蜡的烛火吗？撑一下火啊！以后就要来这边玩了，哎，是这个吧？你是烛火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好久没抖了，疼爱你一下，哇！谢谢亲爱的番茄，你怎么那么伟大，那么帅，那么棒啊！哇！哎，所以你那个斗阵是打了第二次七次胜利，然后还在同屋是不是？啊，你是赢几场输几场啊？虽然是赢七场嘛，那你输几场？感谢番茄的超级留言，哇！好久没看到你这么帅过了，天哪！观众席的血清干净了哦，是因为那个吧，下一季的东西不是吗？然后最上面还要抢超久的，好，那我没这个困扰，每次都不想捡，就是那几根火，好像才出三四场吧。哦，昨天我半夜观台结束后，又自己单排了一场补。明明就很顺，就后面又 一次倒全倒光光，我觉得哦，好不想再玩了。已经前面大优势的，后面被推过去了。我就觉得这个脸很好笑哎，这不是变成一个景点吗？啊，你看这么一张脸，青蛙拜拜。没朋友很难玩的游戏，玩什么？你说这款吗？这款啊，确实真的需要有人带啦。啊，也有是那种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玩的啦。但真的觉得这就是社交游戏，你没有朋友真的是很累。殴打哦，没错，最好是有五个朋友一起玩。不然心态真的会很难过啊！七兔安安，啊，七兔宝安安，哎，回来了！哎呦，吓死我！奇兔，你看我头上这颗可爱的兔兔，你看，虽然我觉得你对这款会没兴趣啦，但是跟你讲一下而已啊。我觉得还好，无形习惯了。欸，我刚刚外面的已经拿完了对不对？金的拿完了，不是人家在聊斗阵，你说光遇，哎，真的是。繁星，我要跟你道歉。欧若拉的确有《冰雪奇缘二》里面，不过不是主唱，他们在唱片的艾尔莎。哦，对啊，我知道啊。我就是说他是在《冰雪奇缘》有二，也不是主唱，我就说跟里面有关的。那时候我也没有讲完啊。
看起来很好吃，怎么可以吃？我等等去帮你站点吧。你要去站哪个点？你要站哪里？你终于成功吓到我了。没有，因为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视窗不会显示很多东西。哇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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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失败非失败，好丑好丑。没撑到了、欸、一样木土的贝壳 bug 修好了，我顺便去挖一下。哦，啊那个嘞，海龟的贝壳也修掉了吗？我很久之前玩，但不懂哎、欸。那、啊、真的假的？你有玩哦？那如果你之后还有兴趣玩的话，我可以带着你玩啊。那，哎、欸，现在没卖了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还是有。哎、欸，现在兔子还有卖吗？是快结束了，慵懒季快结束了。带着玩哦，对啊，因为之前找米娅玩呢、啊，而且没有，因为之前我其实之前都是蹭别人的那个啦，就是这个游戏可以手牵手，你也知道吗？我就是被牵的那个人，然后他们就带着我，就是会有个司机带着我。啊，那时候我其实很不会玩这款游戏。那最近，前阵子是因为有一个台币跑来跟我玩，然后因为毕竟是我要带人家，我就是去努力学以前那些怎么跑。还有下礼拜一，把手牵手，等下牵给你看。所以七兔，如果你想要我头上这个东西，那个这只兔子的话，你要在礼拜一之前买到，不然下次就要等明年的大概这时间才买得到了。因为刚好这季节是，这个是这个兔子头是去年的中秋节卖的，然后是今年的十月，十九月底左右的时候，十月初的时候卖的。兔子多少钱？台币100，我可以买给你啊。可是我们加好友要3天才能送，所以6，然后来不及，对吧？这只兔兔100块。我明明有更好的一些东西，但是我就是坚持要用这只兔兔头啦。好像还行欸，对啊。那到时候你反正先买啦，先买起来放，会不会玩后面再说。100块，对啊，你100块领养一只可爱的兔子欸，看起来又好吃，又是粉红色的，对不对？又是粉红色的，对耶。安妮，你要不要？我也送，不是也安妮，我要送给你上线。没有啊，知道你这款可能只是摆着而已。对啊，先摆起来嘛。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很懊悔都没买到这些东西。光遇就是不管怎样先进仓库的游戏，对吧、啊？就是你不知道这后面会不会用到，先存起来放仓库就对了。因为搞不好他会绝版，对不对？像我这个披风可能就已经是绝版货了。粉色哦，是这个啊，这只兔兔头啊，它会晃欸，你看它能 Q 还会晃。好啦，安妮上线啦，买给你啊。安妮上线，买给你，好不好？自信一点，把可能丢掉，可能什么？好，绝对是绝版货，好吗？
我也想自信啊，你刚好可以花掉一些红蜡。花掉什么红蜡？你说我吗？哦，你是说跟七兔解锁那些吗？啊，拜托，想跟安妮解锁到很高，欸，背背包包都想解啊。哎，欸，我要去这里。哦，七兔，这游戏还可以抱抱哦。差一根的烦恼，你再提。青红祭坛，你再提。玉兔想和你一起，安安你好。哇，聊天室兔兔越来越多了，开心开心。幺幺安安。我记得今天的任务是不是就 有抱抱啊？我没有，那昨天啊，哦，有啊，有和朋友拥抱。等一下，我去找个人示范给你看。哎呦！然后这款游戏两天之后会有新的季节，我们的季节就类似赛季啦。然后这次季节是跟唱歌有关，然后它是跟冰雪奇没拿到，跟冰雪奇缘的一个歌手联动。今天红石，今天掉红石就不用下礼拜了，等三天，我还要回去再献祭一次，大哥，他要去。后面的新盘解锁啊，大哥，想搞我啊？你是不是想弄我？利恩，你是不是想搞我？不好意思哦，利恩，我不是幽离子。你强度再增加一，对我来说也没有用。可以的，咳个头啊，可以。下周解最合适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反正每周都会解啊，没关系。日升木月安安，你好你好。为了与妈面具繁星可以的，不行。为了安妮可以，好不好？兔兔早安！哇，第三只兔子出现了！来来来，还有什么？聊天室还有什么有兔的？两个在退取，一个在歪。诸葛安安，啊，这是哪里 ？Sugar。你知道你，欸，七兔，你知道你们家米娅，我那时候就叫他来玩这款游戏，因为当时他一个发型真的跟米娅很像，装辫子的。但是他骗我，他说会玩。结果上线一次就没再上线了，我很难过。你知道我很难过，哦，我知道你很难过。哎，那个米娅，很难过。没有啊，而且这款游戏我也大概知道米娅应该也是没兴趣啦。只是当时他啊，就是很低潮，然后我那时候在安慰他，我说。好啦，不然来这款游戏啦。这款游戏有抱抱跟摸头，这样至少摸头可以好好安慰你之类的。欸，然后他那时候应该也是不知道这游戏在干嘛，就没有上线。我还玩邪教牙吗？我应该会先玩吧，忠诚点就算了。我觉得
可能我的账号有 bug。找时间啊，我会就简现在是简单模式嘛，就先简单模式摸完，等可能有小忠诚点数之后，累积多一点再玩后面的模式。你很期待是不是？没事啊，我其实还很努力啊，你看我最近。其实很少双开，等我一下哦。等我一下哦，有机器人。哦，谢谢，等下你帮我永编他就好了。机器人，谢谢，还麻烦你，麻烦你，谢谢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天哪，你要帮我管台。奇怪，我为什么进行直播？为什么不能切到我的后台啊？这个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欸。没有啊 ，YT 那边有机器人，我的惊人。聊天是干净多了，这样后回收也不会被发现。在说啥呢？不想死。对了，木土被可修好了，昨天去深渊自然不会消失了。哦，没事啦，贝壳这东西捡海龟的就好了。好了。哎，等之后珠子啊，我真的会爆开哦，是会炸裂的那种爆开哦。表演那个花束也不会不见的哦，真的吧？这么好的吗？我在猪跟猪子跟官运之间反复横跳啊，肯定要的吧，到时候开猪子我就继续挂在那个篝火堆里面，雨林的篝火堆跟馒头反复横跳、欸、白痴哦、喔、同一个东西反正就是就会开可能超过12小时吧，啊，到时候可能拐着我们的安妮主播陪我一起玩，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一个第一次玩本传宝可梦的人一起玩。没有啦，我精英版有玩过。你要开耐久珠子台，就其实之前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就其实之前那个什么。金钻明珠那时候是因为我还要剪片啊，
所以我那时候没开八个小时、九个小时就关台了。不然不用，我也说过不用剪片的话，我也想要直接开台就好了。10月18号，对啊，还有个月。暗王早安。啊，其实我是希望那个啦，真的很希望那种王冠拿掉，虽然看人用啦，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以前的玩家都已经成家了嘛，或是上班没有时间玩，那对那些人来说会比较好。可是这样很少人会想要浮六 B 之类的东西出来啊。也不知道啊，那个我感觉是不可能会拔掉的啦，毕竟都会继承嘛，还有薄荷啊。没事啊，反正看到时候怎么样。我已经想好我的队伍里要有谁了欸，对不对？我的队伍的胖丁他要学撒娇，然后魅惑之身，然后蓄力跟吞下这四招啊，都已经想好了。可能要抓个那个太进化水系的，还会使用水流喷射之类的。哇，哇，好实用，对不对？你看蓄力吞下，就是你蓄越多，你都不那个啊，回血量越多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魅惑之身是可以让对方那个混乱，那撒娇是大幅降低对手攻击力，哦，着实好用。哎，不是，安茄你好了是不是？哎，七兔你还在吗？七兔米娅的宝你还在吗？有吞下跟那个啊，喷出啊，喷出就是你蓄力越多，然后你喷出去的东西越痛啊。七兔你看啊，哎靠腰，怎么在这里？啊，七兔不在了。哎，番茄，我发现魔法里面有这个东西耶。你看这个是魔法吗？还是徽章效果？我会一个灵魂伴侣的东西。七兔，你看，有这个牵手，你看就可以让牵着手，然后去跑步，然后他也有抱抱。哎，好，这个没有抱抱。你看这边有个抱抱，有看到吗？这样子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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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干什么？你看他自己抱自己，恶心！你看哦，他会自己抱自己哦。你好恶心哦！不算任务欸。啊？怎么不算任务？你没有抱抱哦。看他自己抱自己，这两个人啊，
我本来想养一只小号啦，无意号或什么的，就是想要有时候，就是有时候会有那个跟陌生人坐在椅子上嘛，我想说有时候半夜又找不到托我的人帮忙，可能就自己开个小号来解任务。像我也说啊，我是怕说其他那个在忙嘛，然后又不好意思说等那个任务找小黑。不好意思，七兔不在、欸，好扯。他怎么在捡这个烤窑？哭了。养啊，不是重点是我要养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，然后就想说啊，算了，不养了，不养了。你可以不要一直扒吗？会出现你那个脸头那个头哎、欸，啊，这边好多大贝壳哦。哇，最爱吃贝壳了，成群结队的大牡蛎，太棒了吧！嗯，不好意思欸，那可能需要两个小号才能跟陌生人。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那个小号不加任何人啊，就给自己啊。然后就是为了解那个陌生人任务用的，像克洛伊嘛，他只加自己好友啊，我知道啊，都不加我嘛。我到现在连克洛伊的小号都还没有加到，我觉得是不是根本就对我只是说说而已？我先去海胆，等等再去靖格，没事啊。我也没有他小号，感觉他很保护那个小号，那个小号对他来说一定很重要，一定有你跟他之间不知道的事，对吧？蝴蝶眨几次眼睛，才学会飞行。啊，那时候有一个那个谁啊，刚刚那个萝莉技师，他叫刺刺嘛。那时候叫我推一些就是类似分手悲伤的歌给他，他就推了一大堆。然后后来想想，哦，还有一首歌没有推给他、欸，就是第二顺位，罗志祥唱的，就是我一直在第二顺位爱着你。一直从昨天一直到明天一直到今天，你逃离过去。如果小号不加主号好友，这样必须靠串上线，而且串上线的地方不是啊，就是小号要加我啊。我说我只加我的小号啊，其他人都不加啊。那只就是专门来跟我杯杯举白啦，或者是像做那个要跑那个哪里跑赛道的时候要坐下，不然有时候坐下都要断手，很麻烦啊。阿峰安安
一直是我陪你去躲回忆里的雨。加了好友就不能接陌生人？没有没有，我是还好，因为我在这游戏的时间比较多，我是要帮那些游戏时间不长的人着想啊，就像尤里啊，他有时候在忙 A 配或是在私下在忙其他东西，那我背着他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就要等小黑，可能等不到，就可能就少了一根吉拉嘛。你退游了啊，这么可惜哦。没事啦，光遇随时欢迎你回来，好吗？我都被情所伤，我这应该高兴还是难过？哎、欸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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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只龙，这只龙怎么在这边？哎、欸，有人？什么意思？我差点欸，笑死！等我 iPhone 不再被学校控制，应该就会回来了。好的。被吃掉会怎样？被谁吃掉？你说刚刚那只龙吗？被吃掉，我就是我现在辛辛苦苦在捡这些发光的东西，会被撞掉。撞掉我就要重新去找他们在哪里。你穿到其他人房间，哦，好嗨哦！我那时候就是在，我害了六个人死在这里，超好笑的。还敢让教主带啊？你被这条龙秒过，还好啦。不要看得太难过啊！这只是 NG 而已，不是 rank 啊，再捡就好了。等万圣节啊！就有三条龙在办公室屋顶玩。我到这个区域的时候看到就被龙，你是不开碰到外挂吧？江安安，然后只有你有一只可以骑乘，到时候可以回来欺负他。没有，我那时候根本还不知道卡后台可以躲，那时候还在那个弹琴可以躲龙的年代，拿着坐下的琴可以躲龙，或者是点开商城可以躲龙的时代，这是我的时代，有你给我未来。感觉今天地图比较亮欸，好多东西看得到、哦。期待万圣节，对吧、啊？主要是你的猫猫发型吧。感觉有欸，海胆变了，什么海胆？海胆变什么？变好吃了吗？我每次听到这首，这是我的时代，然后尤里给我未来，尤里给我未来。刚刚发现地图很有巧思，有飞行记连接的地图都会有一条龙。哦，对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就是那个风道都会有鸟飞出去啊。哦，原来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哦。还是你说地图的那个石碑？
对不起，那我真的是在你的面前耍大刀了，抱歉抱歉。小地图上哦，你好高等，我退的时候才30多，虽然才玩2天啊，那就是我玩了已经1年多了呢，我玩了已经1年又5个月了呢，不能这样子比啊，你这样比不完啊。我也很后悔，我太晚的玩这款游戏了啊！如果早点玩的话，啊，我肯定也是真的是大佬了吧？我肯定一定会六龙吧？我到得了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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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啊！继续。好吧，刚刚那句好啦，为什么？好啦，什么意思？好啦，我要坐在这边哭。可怜的林克。这个是有故事的画面，1年后的繁星，1年后的真正光遇，没有人逃得出后悔这件事情。后悔第一个季节没买机票，后悔没有变。哎，是啊，没有，因为没有之前，我一直以为这款游戏就类似纸娃娃游戏，就是可能你捏个一些纸娃娃，然后摆个动作就拍照，我以为是这样子的游戏，没想到它是可以这样子跑来跑去、跳来跳去，你懂吗？就是。我以为他就是纸片纸娃娃的游戏。最近都在忙，哎，非常抱歉，奥米加。等一下，谁会这样搞？我怎么会讲狼月？不是狼月，那个谁，加藤优一，给我出来！感谢，应该是加藤吧。有本事你再抖一次，说我不是加藤优一啊？谁呀？是加藤吧？欸，我那时候很好笑哦，我那时候也是就是在木土的第一张图，我在跑我的图，然后突然云就是红石刚好降下来，我就活生生的刚好飞，我就不知道红石在哪边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攻略出来，我就飞我的，突然红石从空中往我身上砸下去，我飞超远的。推荐火把，我就矮啊，不是我这么矮，我火把我还是要跳很高才能冲到能啊。我也知道篝火好，那个萤火好用啊，火炬啦，就加藤优一啊，我有个干爹啊，我们有个干爹叫加藤优一的，他从来都他总是默默的在那边乱来，来绿安安。就个子矮，你用那个其实碰不到人啊。你说是加藤吗？不是加藤吗？不然是谁？神秘人？哪位神秘人？哦，对，小月，你看绿界好了。不是你被霸凌啊，是有时候我那个绿界要重新启动。你看啊，那这个啊。好亮，好亮，好亮！眼睛瞎，眼睛瞎。你看，这样点，差不多啊，很慢啊，除非我要先飞起来嘛，才快啊。
那时候没有火，你还要飞起来，看又没有踩到，不是更慢？这样蹲起来真的很可爱。欸，他模组是不是怪怪的？还是因为武士库的问题？改一下哦。我看一下现在。商店。不要掏出你的棒棒，不要。不要！拒绝又在哪里？可恶！到这里。真的最怕的就是有人掏出其萌新掏出白色的大棒棒出来，果然什么？嗨，小妞啊，可以示范了，可以示范了啊！可是他不在，小妞来。啊，他不要算了。啊，我刚刚是要跑雨林的啦，走风道比较快啦。坚持吧，不要这样。没有，通常出现爆爆图示，我就直接飞过去，直直冲过去爆爆了。没事啊，我先跑。没事啊，小妞不要哭。怎么办？我只有预感，下一季又是小王子季耶。可以让雪人回来吗？或是蝴蝶结回来？你刚才猜到我们有没有掏蜡烛啊？啊，掏也没有用啊！我现在不能打字。你说复刻吗？对啊，像番茄会想要那个火盆回来吗？但很多人蛮想要那个火炬，没有买到啊。这些火炬是回能最快的啊。啊，火盆主要是烧馒头跟海胆用。啊，走这。走这去方舟最快乐，快乐方舟。没办法，小火盆好难用啊，没办法啊，人家就小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！我好想要熊抱转圈圈，所以我才想要雪人啊！你看雪人，虽然没披风，有面具，有发型。有衣服，有动作，
很赚欸。红糖安安还是繁星好用？什么好用？什么好用？我想要火盆或火炬，因为那时候很奇怪的是，那时候复刻有一个圆形火盆跟那个方的火盆是接续来的吧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那时候就是那个好像圆的还方其中一个复刻完之后。下次的，您认错人了，奥米加。不管你是谁，你一定是加藤，我不信。哦，面具不是啊？哎，没面具吗？啊，不是有眼睫毛是白色，那是谁？黑色脸，然后白色眼睫毛，那个是哪个动？哪个先祖啊？我好想要那个哦，我还以为是哎，哇。糗了，认错了。我知道他有那个啊，恶魔角的哦，好想要。那是服装，什么意思？那不是面具哦。那是因为衣服，哦，穿了衣服之后，眼睫毛就变白色，是不是？哦，哦是这样子哦，不好意思，番茄你到了吗？你无法进入你朋友的世界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自己跑，我自己跑。无面浪眼睫毛。我回小号。穿血人会有白睫毛哦，真的哦，对啊，所以我想要那个啊，所以我才想要啊，白眼睫毛很可爱。好像很棒耶，海绵宝宝。没事了，那我去吃馒头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等一下还要速通进格耶。我最近其实都没在跑进格的耶。最近懒得跑进格。没事，我可以跟小妞跑，好不好？不对，没能量。求了 ，BBQ 了，怎样？不过小陈他们的新游员猜不到，哎，真的，谁会知道小王子记跟小王子记可以这么快就出现了？天哪，气死我了！刚刚圣岛的，所以就圣岛跟雨林啊，通常这两个圣岛雨林跑完就已经加倍结束了啦，然后再次进格大概就已经17根蜡了，然后再吃完大蜡随便跑一跑就19根了。我记得贝贝不能用了，所以只能一层一层吧。真的吗？所以举白蜡那个方法也没有，是不是？这图还没跑能蹭吗？要怎么蹭？啊，不是说要一层一层跑了？啊，很累。
不知道，你要测试看看嘛。啊，对耶，大辣在这张图哎，白痴白痴。看一下大辣，大辣位置。哎、欸，灰了，笑死。我今天的行程就只有挂海滩跟正常行程，就把馒头吃完，挂海滩，海胆吃一次，跑圣岛，就这样而已。哦，还有啦，献祭。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，我不敢出声，看着他亲吻你。言不能比，月月早安。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？你隔着玻璃说一听不见。我在叹息，说不出口的秘密，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，青春一点稀薄的氧气，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？该不会第二根在第三根在二楼，第四根在顶楼吧？那这样遁地没用了，啊，变回原本的姿势。我其实那时候蛮喜欢做这时候的发型，往下垮的。还是你喜欢的剧。繁星头发有机会留到肩膀吗？我已经碰到肩膀了、欸。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故意，我的眼泪流在头。哎、欸，真的是第二层。Lady, one more try， 请我何时该走开？发不出声音的感慨。选择做朋友的无奈。伊莲安安，Lady, one more try。这谁？小妞？怎么了？怎么都过来了？外面跑吗？感情没有烦恼说，爱怎么走到最后？那来唱个歌好了。哦，剪金人哦，那一起啊。啊啊！你是剩这边还没剪吗？不早讲。哦，你是怕我在开台，然后一起剪金人麻烦到我是不是？啊，也是啦，你那么体贴。昨天小妞没解完，我知道啊，她剪到睡着啊，她进格睡着，哎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她 FB 就这样讲。七兔宝的亮奥安安，长发美男子，没有，就单纯只是长发而已，没有美，好不好？我那时候就洗完头之后，发现我的脖子整个被我的头发覆盖住，好黏，好贴，好不舒服。一堆小可爱。
两点。安妮小朋友，两点半了，该睡觉了。是说凡心觉得自己能 S 吗？什么叫能 S？ 你说我是 S 或 M 吗？你说呢？你猜呀、啊。你要走吗？好啦，给你啦。打哈欠的恶龙咆哮。所以刚刚神秘人是谁？出来哦，自首哦，让我感谢你不行吗？我还很记仇这件事情，那个神秘人是谁？把他踹哦，把他踹供哦，踹树供。心知肚明，你们不是心知肚明都是哈基最帅吗？对吧？帅哥呢？爱情没有放到说大鸡鸡，我的鸡应该是笔画比较多的那个鸡啦。现在没有，现在我真的是很努力在练回来。我刷练回来，我前天快被气死了，我要练的器材被一对男女给那个占走，我要干嘛？没有练那个器材，结果就在上面放饮料跟毛巾，他也没有要练，就放在那边，就在玩其他器材，我气死。哎，那大蜡拿了吗？哇，没想到预估失败啊！是九点半啊？我们七点半开始跑的哦，还是八点半啊？我们几点开始跑的啊？跑了哦，没有没有，七点半开始跑。哦，对啊，两小时。好，西安安，所以真的不能背飞了哦。那请问风湿链怎么办啊？就真的是。放弃不跑吗？八点吧。嗯？有吗？好，献祭应该也没有要跑一个小时啊，应该七点半吧。试炼我都不想跑了，哎，少了风试炼的惊人，就这样啊。遁地，那个也是运气啊。因为不是百分之百就可以跑的啊。八点半开始进去的，拿惊人是八点，哇，一个半小时就跑完惊人了，哎，棒。七点多看到通知，七点是跑那个啊，跑是那个献祭啊。反正也试炼倦怠了，我一直都很倦怠那边的啊。没有他。他背背旋转飞改掉就不太想跑了。因为那时候旋转飞土试炼、风试炼跟火试炼都很好用。可惜当时没加繁星第一个好的人，哈，怎么可能会是你啊？
我当时根本不加人的哎、欸，我那时候只加了那几个小会师，所有好友那时候只有五个六个。那是直到后面想说啊，原来爱心这么重要哦，才开放加粉丝好友。所以那时候我的相簿里面有个星盘是，星盘全都是爱心，哇，那个画面，着实羡煞多少人啊！一只小熊熊安安，栗子安安。唱歌时间，大家好，爱主播，没办法，你看今天别说我好了，今天杰克跑来玩光遇，啊，会不会一大堆人加他好友，送他爱心送包包，对吧？一样啊，一样的意思啊。今天就是我们的安妮主播来玩，我也是拼命会塞爱心给他。陈夜萌安安，一定爱的啊！哦，翻车翻车！感谢小妞啊，回家回家！谢啦谢啦谢啦！不好意思，安妮你还在吗？还在的话可以扒个两声吗？还在的话可以扒两声吗？海绵宝宝，好了，换回原本的东西。昨天刚吉安安，你好你好啊，好了好了，回了回了。还是怀念去年的哎、欸，你知道去年的火，是你在这边烧贝壳，你只要在沙滩的任何一个位置，火都会喷到你身上吗？所以有人帮忙点的话，就是你就挂机挂在这边，啊海边旁边有人烧贝壳，啊贝壳就会喷到你身上来。安妮回来玩咯，没有啦，你要逼他。欸，你们那时候很好笑，那时候好像前几天吧，就看到这个奇景。那个不好意思，你们几个来，你们请换上这个披风或是绿色披风。你们都用矮面换上这个绿色披风。然后趴在这上面，坐下。我那时候就看到利恩吧，还有几个人，就是趴在这上面。我想说，干嘛在 cos 圣诞树哦？快睡着，赶快睡觉啊！我等一下关台就睡了。对，靠近一点，然后坐下，然后再放那个小王子那个星星上去。我就说，现在在干嘛？在看着圣诞树哦，还是萤火虫？然后通通都迎着火，跑到这上面来。然后我那时候本来想拍的，但是有几个小黑，我觉得算了。利恩呐，利恩就很白痴啊，他是整个站那个躺趴在萤火上面，然后再弹琴。嗨，布布。
下线睡觉了，晚安，好，晚安，晚安。等下要休息了，对吧、啊？就是像这样子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反正圣诞节之后啊，这边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雪屋，就会躲进去里面跟奶奶 K 修 ，K 修就有火拿了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在开这个台之前，我干了什么好事？欸，今天竟然没人说可以加好友吗？欸，天啊，饱和了是不是？今天没有遇到说要加加的欸，对不对？每次开台都会有三个四个问说可以加好友吗？到车长做什么手术啊？啊，按错，白痴。不是，是太早啊？怎么太早？哦，你说现在时间太早是不是？我其实想加，但只是目前 Q 啊完啊，没关系。不好意思欸，你是谁？都是这个发型，你是谁？跑掉了，吓跑了，大家都在睡啊。活该，竟然在我开台的时候睡觉。噠噠，你看，安妮，看好哦，明明有这么帅的发型，对吧？这么帅的配件可以用。我却选择戴兔子头。好，看，明明就有这么好看的，有没有？帅吧？这个林克，这林克帅吧？但是，不好意思了，不好意思，林克，兔子比较可爱。配合一下，原来我要光源。打哈欠了啦，不要睡了，好困哦。你很扯哦。奶奶不是会编针哦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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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哦，做手术哦，对耶。为什么躺下就没了啊？不是拿乐器在旁边吗？你困了吗？还蛮困的耶，然后睡觉了。我以为要担心了。差戏。好死，欸，我其实稍早是在刷社尾，我的裂工作出不来，我今天早上又刷了50只哦，我刷了一个小时，刷了一个小时就刷不到，我都已经忘记我当时已经决定要怎么抓了，先丢颗先机球，没有再换其他角色用什么催眠术？他应该矮矮的，没有啊？你可以用，你可以喝个高度适合的药水，
是我这个房高度是第二高的房那个高度，它可以用到就是中间的就青年一点的高度。你的黑力就是不出来。哎，我觉得我已经刷5000只了，其实这之中我都有偷偷上线去，就可能看个安妮的台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会边上线边刷色尾。唉，这个比安妮他们出岛还要烦躁。哎，安妮他就出岛去抓兔子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真的快放弃，想说直接抓了。安安，我初见我痛苦，嗨，痛苦安安，痛苦你好。好啦，我们就到10点就休息。啊，别我猜了。我猜的话，我才要去睡了。确诊很痛苦，那好好休息啊。乖，没事，可以听听台，可以去听听安妮主播的台啊，优主播的台，鸡兔主播的台啊，目前最爱这三位了。啊，其实最主推的当然是安妮了。啊，这声音很疗愈耶。其实那时候，我想一下哦，那时候动声影片的时候，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接触 Switch， 然后那时候功课看很多，就推到安妮的嘛，然后就第一次听到声音就是啊，他声音好好听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就虽然已经看过很多次，但是就是会再去看很多次，就是教如何出岛注意几件事情啊，每天必做的几件事，去海滩找瓶中信，欸，然后挖石头，然后去那个什么，不是有主播，怎么变绿毛虫了？拉不出来，不行啊，我移情别恋嘛。没有，只是我一直觉得说，之前也会觉得说很想跟安妮有机会的话一起玩，那没想到是真的有这个机会啦。啊，也是谢谢我们的番茄主播啊。然后那时候也是觉得说，因为圈子不一样嘛，他是 Switch 圈的，啊，我是就是 PC 圈的嘛。哎呦，感谢生母，就感觉圈子不同，然后共兴趣也不一样嘛。好，小妞晚安，小妞拜拜。就觉得啊，应该没这缘分了。毕竟在 Switch 圈的话，我也是个小小吧。不好意思，眼睛可以张开吗？繁星，繁星，眼睛张开。好了，张开，来，左眼张开，大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好很好很好。雪亮亮的眼睛，你看，明明那么好看，那么好看的眼睛，啊，怎么会变小？
我觉得你真的有个黑色很有鬼。你干嘛？感谢我们的番茄主播的会员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次是几个月了，不客气哦。欸，不客气。有鬼！我直接放弃出去，去刷色为胖丁的哦，不要逼我，我说到做到哦。我真的懒得记了，哎，天啊！啊，大概在三只。啊，就换了，有鬼！下次开台标题就是：看是珠子先出，还是黑色绿毛虫先出来？啊，一定珠子先出的啦，烦呢、欸。说到色尾，下午婆可以没有社群日，什么的社群日？哪一只？不好意思，是要打道馆的社群日，还是要野生域的啊？今天是什么？好久没上了哦、喔。真的会出吗？真的存在吗？我都想跟火鼠换了哎、欸。我的第一只都已经排那个爽朗个性的水晶灯火灵，野生的哦、喔。还、欸、好欸，好欸，我应该睡死了。几点到几点？好啦，这次出了我开视讯好不好？哇，玩这么大吗？繁星，繁星不要啊，不要讲这种话、啊。哇，我不敢点了啦。我好害怕啊啊！四零九六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！啊，不会啦！你看，这对吧？不要说什么再大一点，什么肉腹肌之类是没有的啊，没这回事啊。但腹肌，腹肌只有一点点形状，没有之前明显。肉没有用啊！你今天早睡，将近九点半才行，那很好啊，早睡早起啊，早睡晚起更好啊。但是有时候真的觉得睡觉错过好多事情，我就觉得好烦，真的不想睡觉。但错过安妮的直播，我好气哦，已经错过两次了，都在我开台的时候。是我最爱的小蜡烛，水晶灯火灵是大蜡烛了哎、欸，不大不大，大的挑战应该是肉大包，什么肉大包？保安不是有露过脸吗？虽然主播没人呢，哦对啊，我说我其实不会在自己频道上露脸，没说到很好看啊。好了，最后一只了，好啦，后面他开台我会call你起来。call 我什么起来？不是，我在开台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去挂台，可能在列队等待还是怎样，我可以去听。啊，不要在聊天室打 DC 私讯我就好。好了，各位，没有，今天又没有了。来，先击球。去吧！哎哎哎哎，彗星哎、欸，靠腰！啊，安妮！
删掉啦，不要，笑死。你们在笑屁呀、啊？啊，笑屁呀、啊！没看过坏人啊？这几率没有啊，就跟帕路奇亚一样啊。你喜欢先击球吧？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很喜欢诶、欸。好啦。看一下那些三柱神啊，四柱神有三个喜欢网文球的。绿真的很想跟你回家，我不要，我要黑，黑的比较好看。之前做梦都梦到遇到黑色绿毛虫了啊！我就不信，来啊，带彗星啊！带彗星啊，怕你啊！哎，我不信！怎么可能啦、啊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，哎，骗鬼啊！为什么啊？好奇怪哦！啊，我的黑色绿毛虫就没这么好出，啊，这个就这么好丢，奇怪了、欸，好奇怪哦！太会抓了吧？太搞我了吧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办？变投球游戏耶，天哪、啊！我是不是点了暴击率没点幸运啊？不是点幸运就会增加暴击几率吗？他很想跟我回家，不是啊？上一只想跟，这只也想跟，那下一只咧？天啊！好啦，这一只一定不想跟我回家了。哎、欸，好啦，这个刷完我真的要休息了，身体在摇了。不是抓完啊，是刷完。来看看哦、喔，想抓闪光四吗？想啊，想了一年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鬼！哦，没鬼，没鬼，没鬼，没事，没事，没有病鬼，病鬼，病鬼啊！吓死了，吓！好啦，就这样了，感谢各位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了，吓死我了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大家晚安。晚点有斗阵就斗阵，没斗阵就魔物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魔物猎人有个神秘嘉宾，如果玩的话，我们可以请个神秘人啊、陪我游玩。吓死，差点三连，我也是吓死哎、欸，是狂彗星哎、欸，刚好朋友要加好友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好啦，大家晚安，我看看 YT 有哪边可以带，会去哪边可以带。啊！我现在每次我开双开 YT， 我要那边重新设定好多、哦。就虽然我是双开，但是 YT 那边要重新设定太多东西了。嗯，哎、欸，看一下月月的可不可以带？看一下云月的台能不能拉过去？好想爱这个世界，嗯，赶快去睡觉，等一下啦，带人哦。创作者工作室内容直播。然后关台后，把这个手动改成私人啊。
更多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指定新增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了，牙冠台和 YT 会去音乐的台。那退去我看一下，尼亚开台，嗯，好像只有米娅了，对啊，然后米娅，妈妈米娅，还好，哦 ，IID。呀、yeah. ，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感谢各位，那我们晚上可能见，好不好？可能晚上见，那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